第一句是什么？主走，
重要的，我们在天上能够叫一声阿爸，然后再来是三什么？三愿，再来是什么？三求，愿你的什么？愿你的什么？愿你的，愿你的旨，愿神在我们地上走。那我们求什么是我们的事情，然后最后为国度权柄荣耀。好，这就是我们主导的，希望大家除了台语会背以外，我们的华语的主导还是会背起来。好，那现在我们来打开我们的经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九，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个。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继续，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哎，快点吧！你们既争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进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还有下面，我们来看下面一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来，预备，go。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今天主要的经节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再念一次哦，预备，go。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是被拣选，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在讲我们是什么，要叫我们宣扬那个，知道吗？稍微知道一下。好，台语，来台语哈，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一句哈。读读另起精算的作，读读另起精算的作，是王也是祭司，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下的好殿，入伊美妙的光下的好殿。好，好，加油力。我念一次，大家再跟着我念。But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But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A royal priesthood. A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holy nation. A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A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praises of Him.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praises of Him.Who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下面我们要请一句传道来给我们讲，他的题目是你是特别的。